会掉，他是没有做安全措施吗？这个他现在在看监视器，就是还要厘清确定。对对对。所以你是这边的运动中心的人。对。那我们这个在做这个活动的时候是有专门人在做的，就是有专门人在指导安全员在旁边维护。基本上做这个从事这个运动的人，对，他们都有相关的知识。是。对，一般他们都有相关的知识。然后当然就是我们基本上现在也警方正在看一下整个流程，对，整个过程，他们也来先看过了，然后看一下监视器，然后目前正在看整个厘清到底事由的经过是怎么样。那我们这边中心就是非常积极，就是配合。想问一下，当时我们有几个安全员的？我们这边有教练在现场，教练在现场，对，我们的话手上是。有三个教练，三个教练。对，我听说好像他们是带团嘛，他们有一个团是在训练，在学习，然后那个人是熟客，他自己跑上去的。目前要看一下，看一下。对对对对对。不清楚。对，因为那个当时的权责是里面会有人负责，我是在负责里面。啊，负责里面。对对对。